OK，OK，OK，Hello。Hello. 现在我们来到了龙翔桥，放眼望去，这边都是人。在给别人拍广告呢。好了 ，OK， 后期稍微调整一下就好。把护栏拍进去，护栏刚好有反射的光。拿长焦拍这个框很好看，然后旁边稍微带一点点，然后有柔光效果。给你们拍张照，来把烟吐出来，不用看我，不用看镜头，三二一，来吐一个，你们可以相互看一下。OK， 谢谢。好，谢谢啊。OK， 今天的 POV vlog 到此结束，拜拜。